Well, well, well.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Benny。那么本期视频呢，大家看到标题应该就知道了。这个呢是从我这个频道创立到现在为止，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支视频。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在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多发弹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关注微博的 Instagram 学学。整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在今年年中旬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慈善晚宴，在这个晚宴上面呢，我以打折拍卖的方式啊，拍卖出了自己一条广告，最终呢以174,720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拍给了 Possession Formula 这个品牌。本来呢这条广告应该是一个植入的广告，但我左思右想，我觉得我愿意以一支整支视频的形式去讲述整个事情，包括这个产品，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其中的一个国际品牌与一位国内的美妆博主联合的慈善救助项目。那这一笔钱呢，我和品牌一起商定说，我们来捐助给几个医患的小朋友吧。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出过一个宝石之鹅的系列，整个系列都是我们的慈善系列，每卖出去一样东西，我们都会捐出一份善款。在那支视频里面，我曾经说过，我说小孩子是希望，是这个世界的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光，有光才会有未来。这个呢是我当时的荣誉证书。熟悉我的小可爱们应该都知道，我一直有在为一些弱势群体啊，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啊，奉献出自己的一点点绵薄之力吧。那这一支视频呢，我前思后想，想了很多种方法，我说该怎么去拍，甚至说我还想带领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小孩子的状况。但当我真的说走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行，我不可以。真的，人有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设想过无数种画面，无数种可能，但真的要到做的这一步的时候，就发现我做不到。可以说我最不想看到、最难以接受或者最恐惧看到的一个就是垂暮将死，另一个就是新生命危。当你真的站在那个病房里的时候，当你真的看到一家人都在为这个孩子流眼泪，为这个孩子愿意付出一切，这个孩子躺在病床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又那么懂事，就你真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你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该和大家一起哭吗？还是该开心的安慰他们说没事的？我觉得我都做不来，所以原本的计划在很早之前就不行了，就宣告失败。那这几天呢，我就一直在煎熬当中度过。没办法，广告要发了呀，我该怎么去说这件事情？甚至说刚才坐在这里前一秒开始录视频的那前一秒，我都是乱乱的。我说就干脆坐在这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可能这视频很乱，可能很难剪，但是损人一大的事情。如标题所说，做这件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很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就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举手之劳，做很多事情可能会很轻松，但是对别人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我在这件事情之前所有我可能帮助过很多人，可能做过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好事情，但我都没有这次的这种感觉。之前的种种带给我的是荣耀，是一种胜利感，是那种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一些事情，帮助了一些人，甚至说的夸张一点，有很多条生命是因为我而可以继续延续。但直到这一次亲身经历了，亲眼看到了之后，我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我开始害怕，开始恐惧，开始有很多让我不安的情绪。包括在看视频的大家，我想跟大家说，我们活得都太轻松。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平凡人，不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感恩，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这片孕育我们的土地，感谢这个社会能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让我们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之前我也经常讲过，我说我很恐惧衰老这件事情，我非常恐惧衰老这件事情。任何一个面对镜头的，不管是博主也好，明星也好，或者是 idol 偶像也好，大家都很恐惧衰老这个东西，很恐惧时间这个东西。真正让我开始无比恐惧时间流逝、容颜衰老这件事情，是我亲身经历了一次我太奶奶的离去。那让我开始觉得我要好好的感谢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这一次的事情。以前的我就真的是觉得一切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双手获得的，我没有通过任何人，这些东西都是我该有的东西。我的父母没有给予我什么，周围的朋友没有给予我什么，反而是我一直在付出。但真的要知道，我们太多人与生俱来
生下来那刻开始就比旁人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东西。可能我现在说话没有条理啊，说话很乱，但是给大家讲一讲这几个小孩的故事吧。有些事情你们都难以想象，就是日子已经这么难过了，为什么老天爷还不放过他们？我真的觉得命运这件事情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我要讲的是有一个姓庞的小男孩，2009年出生，他得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已经做完了，恢复的已经很好，术后有些感染，当时情况紧急，在家属还没有交住院费的情况下，医生就自己做主就把这个治疗给接下来了。可能想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哎，挺好的呀，手术也做完了，各个方面都不错，对不对？不是的，这个小男孩全家是六口人，只有一个人有劳动能力，只有一个人在为这个家赚钱，而他们一年的收入总和只有15000块钱，一年的收入总额呀。我相信现在很多大学生，现在很多00后，可能父母给的几个月生活费轻轻松松就构成了这15000块。真的，15000块其实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它可能是一件比较好的夹克，一个小小的包，但是这是他们一家人一年维持生计的，就只有那么些钱。所以我才说，我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他们过得已经很难很难了。但好在我们帮助的所有的小孩都已经成功的出院了。但这就结束了吗？没有没有，我前几天的时候跟基金会的人聊天，就说起了这个孩子嘛。他跟我说这几个孩子的现状，说现在恢复挺好的，每周都会去医院复查，但他们这一辈子都要服用抗排异的药物。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所有的小孩，其中有几个小孩子当时很危险了已经，但我觉得他的父母都没有放弃。那另外一方面让我觉得难过的是，他们一辈子都要随身揣着一个药品，但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但至少现在好，他们还有希望。整个过程当中有太多小孩的父母，因为这边的小孩都是需要器官移植的，有太多小孩父母都说我们不等了，用我们的吧。当然也不全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在聊天的时候有另外其他捐赠组的人啊，就有说到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四川省姓杨的小女孩得的是肝动脉闭塞，2018年出生，很小很小，当时是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第一次肝移植之后产生了并发症。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家，他爸爸可能因为觉得救不好，可能觉得他承受不了，他就抛弃了他的妻子，抛弃了他这个还很小还很小的女儿，而这个妈妈就一个人带孩子，她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当时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面真的是破口大骂啊！就对于这个父亲，姑且还叫你一声这个孩子的父亲，我想在这里说一句，可能你看不到，但是我还是想说，你真不算男人。可能你有很多的不容易，你有很多的压力，你有很多的难处，但这个孩子的妈妈都没有放弃，你凭什么？凭什么说自己放弃？孩子的妈妈，你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在你抛弃他们之后，她的压力高过你千万倍。一个男人爷不爷们的地方不在于说他的外在有没有络腮胡，有没有健壮的肌肉，黝黑的皮肤，粗犷的声线，而是在于他懂不懂得责任这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写。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简单跟大家讲到这里。在正式开始讲广告之前啊，就讲产品之前，我还是跟大家说一声，珍惜你们现在的生活，珍惜你们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有太多太多人连你们现在觉得不容易不如意的生活都没有，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Fossacious Formula 这个品牌，同时也希望这个品牌能一直如此的善良下去。 PF 这个品牌呢，他们是针对于这种敏感肌的一个彩妆品牌，那他们家呢也是正正经经的通过这种权威机构的对于敏感肌的检测认证。在他们家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之前，我已经推荐过他们家很多很多产品了。我今天上镜化妆用的这个底妆就是用他们家这一支粉底液打造的。如果大家觉得500-700的粉底液太贵啊，想要找一些就是啊又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品牌呢，我又想要那种追求不错的妆感的话，那他们家是很不错的选择。他们家虽然是彩妆，但是成分都是很天然的一挂的，全线的粉底液都是低敏配方啊，不管是你是个敏感肌啊、油皮啊、巴拉巴拉的，那些容易长痘的人都是可以用的，打造健康底妆首选。我跟你说，刚才说完这些话之后，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很亢奋的去讲产品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底，它是这种刷头状的粉底，你看这个刷头，它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量，哪里需要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用化底妆了， so easy。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粉底的质地啊，超丝滑。这个粉底总共是有四个色号，我现在涂在手上的这个是 MW2 号色。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他们这个粉底整体色号没有那么的白，除了最白的那个颜色可能满足一些就是粉一白妄想症的需求之外，其他颜色都很适合我们亚洲人来使用。刚才涂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它遮瑕还蛮不错的，而且它控油力很强，就真的很扒在脸上，很持久，完全不会油腻，也不容易脱妆。而且它扒在你脸上那种感觉也不是说就是很厚的扒在你脸上，它是感觉很透气的那种感觉。那我手上这是新版啊，它之前有一个老版，他们这个新版做了一个气味抽离的技术，就没有原来那个很奇怪的味道。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粉底不适合大干皮啊，那混干用起来还蛮不错的，而且更适合油皮一些。那我用下来我觉得跟之前其实在使用感上有点区别，就之前那个感觉比现在要厚，现在出来那种很雾面奶油肌，之前也没有到很糊得慌的感觉，但是就是没有这个好。新版的这个就真的很满意，它对于这种脸颊两侧这个部分的皮肤，这个地方没有毛孔，就它可以平滑，它很平整很平整，请大家支持支持，谢谢。那在最后的最后呢，希望大家每天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能感恩自己的生活，也希望大家能够伸出自己的小手，能够给一些处于比较弱势的群体献出自己的一点点绵薄之力，爱你们。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哦。如果喜欢这篇视频，请大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微博、Instagram 学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